多云，有雾，冬日的北戴河迎来了一群看海的人。男人们的名字里大多都有个山字，他们生在大山，长在大山，更在自己出门打工的大山里得上了病，一种他们原以为无药可医的病。和大家一样，这也是张泰山第一次看见海。尽管今天的海并不波涛汹涌，更不一望无际，但景色对他并不重要，因为这里有他活下去的希望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却差点亲手放弃了获得这个希望的机会。继续昨天的故事，甘肃省古浪县100多位患尘肺病的村民，经过多年的等待，终于等到了能够免费去北戴河国家尘肺病防治中心洗肺的机会。而洗肺也是目前唯一被证明能够有效的缓解和治疗尘肺病的手段，只不过病人的身体必须能够承受得起手术才行。于是在昨天的故事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失望和希望交织的场景。病情太重的马江山最终没能成行，而同为三期尘肺病患者的魏金禄，在已经绝望的最后关头挤进了第一批的名单。由于正赶上春运，火车票不好买，再加上北戴河方面每天最多只能为4位患者洗肺，所以在100多位患尘肺病的村民当中，能够第一批去北戴河的只能是20个人。一开始我们本以为经过多年病痛的折磨，村民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挤进第一批的名单，而一开始的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因为一共有超过70名的患者报名参加。但是没想到到最终要确定名单的时候，却有不少村民表示不想去了。明天就要带队出发去北戴河了，但黑松驿镇的李书记和杨镇长现在却顾不上准备。光是在薛麻河村就有10几个报了名的村民临时变卦，老李和老杨赶紧来了解情况。哎，现在不知这就这个咋是样子，回来还吃了什么？我听见你们又不吃了。张泰山，2期尘肺病患者，他说原来报名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快走，因为马上就要春耕了，如果不去北戴河，媳妇儿和老人们种地，他在家还能带带孩子烧烧水，而如果去了，家里的孩子就要靠人照顾，今年的庄稼就没法种了。那我估计过的五十次看到现在就在赌啊，就赌你晚一点去，庄稼种完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个。但是你赌的就是这几个月你不能加重，加重如果像你哥那样，你就不能洗。这个冬天，常年干旱的古浪下了好几场雪，让人们期待一个好收成。对于张泰山和其他患病村民来说，为了照顾他们，妻子和家人无法出去打工，除了政府1个月70多元的低保，一年辛苦的劳作收获的土豆和小麦就是所有的经济来源。一边是延长生命的希望，一边是年的收成。尽管清楚自己的病情耽搁不起，但是在干旱的靠天吃饭的古浪，这仍然是一些村民难以做出的抉择。而张泰山后来私下里告诉我们，之所以选择不去洗肺，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当众说明的原因。过完年家里面就只剩下500块钱，而从古浪到北戴河2000多公里的路程，他琢磨着怎么着也得有200块钱备用，那这样家里边就只剩下300块钱，还要买种子什么的，显然已经不够用了。不过后来听镇上的李书记说，县里面会承担路上的一切费用，
还会帮助洗肺的村民去解决种子、化肥等一切的春耕事宜。听到这些之后，张泰山又动了去的念头。这天和李书记开完会回家的路上，张泰山打了一个电话，他想让一个人帮他做出决定。不能的嘛，知道体感最多的好了些呢。哦，娃娃来。张中山，张泰山的表哥，三期尘肺病患者，他就是和张泰山通话的人。张中山的肺里已经出现了空洞，这是洗肺手术最大的禁忌症。换句话说，张中山已经没有了去洗肺的可能。哦，国内的这个猪，我都没飞，就是种子之后是我不行了以后，我孩子小嘛，那就是抓一邻居来把这猪宰了以后，把完药，还在，就是那招是啊。没得病前，张中山是村里的能人，即使得病之后，他也努力维护着自己的面子。来医院时，他从家里带了很多馍，就放在床下的箱子里，这样能省点钱。不过只有病房里都是熟人，他才会吃馍。遇上病房里人多，他就会让儿子去街上给他买点面条什么的。张志鹏15岁，张中山的大儿子，父亲住院的这些天都是他在照顾。加了一份肉的面条10块钱，张志鹏每次都只买一碗。那没吃完，那不吃，你不吃不行啊。那是你倒是心里边，对不对？烧到这块，是真的是。那个啥来着？那么东西的，那啥就不得好说几句了。啊。挂电话再去。好，挂电话再去。是张中山吗？我哥。他跟你说啥？那就说的是看你给是好的，我是这么个情况，我给他也睡着。那你等会儿就回家再商量呗。这天下午2点，16位尘肺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登上了开往武威的车，在那里他们将乘火车前往北京，最后再换汽车去到北戴河。张泰山最终还是来了，他说昨天晚上表哥张中山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劝他说，我可能已经看不到娃娃们长大成人了，你现在有机会，你不要变成我。原定20个名额，最终成型16人。尽管去的人比预想的要少，但是考虑到这16位都是尘肺病的重症患者，鼓浪县政府还是决定让2位县医院的医生随队而行，并且特地带了一台制氧机。从鼓浪县到北戴河一共是2000多公里的路程，光是坐火车就需要26个小时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。你活动这几年都该办了，老板那就说的是只有给你们是签的法定过期的，就知道的只有是签过期就没有，就是这不过期还好了，有的人这就真不好签，那么马都山吃了长得太不能捏吃，我彻底都没有。我的娃娃托你回来，他的娃子，
大马戏场。你儿子很有设计嘛，是吧？人真是认识。我们的俺都是最少是十分，妈妈，你是不是就在高中考上了？应该十分，还就爱少。这不得了啊！妈早上他就不吃。妈早上就忙得吃的嘛。妈早上高中生。不少就喝了妈都过去，日少就喝不惯。虽然谁都没有明说，但四十岁的魏经禄知道，随队的医生还有制氧机，十有八九是为自己准备的。老魏是三期尘肺病患者，虽然他还没有不能洗肺的禁忌症，但身体状况已经不好，县医院甚至不太敢推荐他去北戴河，县里决定带上他是冒了风险。咱也洗完了，飞下去了。洗完之后啊，直接回咱浏阳了。回家看我好吧？哎，是不是放山了？回到家里面啊，踏实。洗完肺以后，家里还种点啥？养点啥不？我就想养只头牛，到十月份，养好了啊，不好好牛养哈，开始头牛能挣钱。开始的时候是哪？他们开始不管事。啊，我现在在外面在哪个？不管事，不管事，不管事。我现在在外面在石耗子。没事，没事。今天老魏已经十个小时没有吸氧了，而平时在家，他是每天都要吸上三四回的，早就对氧气产生了依赖。嘴上说没事的老魏，此时在铺位上已经不太能动弹了。这个好不容易给制氧机拆封，大家却发现车厢里没电，制氧机拆不了。哪个地方需要电？这个就这，就在插座上有电源，因为现在是十二次。最终工作人员找了三个接线板，从另一节车厢的水房给制氧机接上了电。四十月后啊，不是再说是十月做工。就是飞起来了，把那电表上接着再放个针头，这个信号嘛尽快归还。今天这地方还是不行，这地方是肥的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那辣的往这按摩感觉。车上的第二天气氛明显和前一天不同，昨天晚上老魏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，隔三差五会有人和老魏来聊上几句。他们的通电话也通不少，而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，看着飞驰而过的大树河流，看着鼓浪根本没有的平整的土地大片庄稼，看着列车驶过一个又一个大站小站，渐渐向北京靠近。
昨天晚上你把我们担心的够呛。那种很正常，因为你没经过的人说，哎呀，这就不对的。他来是这么讲，在我来说很正常，自己不照看。你要说比我一个人，我说呀，我气喘，血脉气喘，这是吼的出液。不甘心，我得坚持坚持。坚持是不行的。天快黑了，列车终于驶进了河北，该吃车上的最后一顿晚饭了。和昨晚、今天早上、今天中午一样，还是方便面，还是一样的香。现在我们开车工作人员正在为大家供应晚餐，晚餐为大家供应回锅肉、土豆红烧肉、辣子鸡丁、青椒肉丝、木耳肉片、嫩盘肉丝、酸菜粉条肉、洋葱肉片。老魏不想吃，而是早早的开始为下车准备起来。他说把胡子剃了应该会让自己看着精神一点，还嘱咐我们最好别和北戴河的医生提起昨天晚上他吸氧的事儿。他实在怕医生们会觉得他身体弱，失去治疗的机会。这天一早，大家和自己的主治医生见了面。胸闷的很严重吗？比方说上坡上楼。负责老魏的医生姓高，是整个医院最有经验的专家之一。当年闻名全国的开胸验肺矿工张海超，最后就是高医生给洗的肺。老魏后来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能洗肺，真是八九不离十了。中午吃完饭，大家一致决定出去转转，去看看海。我的手腹。张泰山玩得最开心，甚至拿着手机和我们开起了玩笑。早上检查完身体，医生和他说他的身体洗肺没问题，而老魏没有走到海边，只是远远地望着。他说海风太凉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感冒。也不知道多久，我这是啥了？海哥，在这群名字里大多有个山字的男人们，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，医生们进行了一场会诊。张泰山确实没问题，因为身体壮实，医生们把他定为第一个洗肺的患者。
魏金禄是男性40岁，是甘肃。而对老魏，大家的意见很不统一。仅从老魏的胸片看，阴影已经占据了肺部的大部分面积，真要洗肺，老魏很可能撑不住。这个病友啊，那个就是我们肾肺科的大夫跟我们护士长一起给大家吃个便饭，完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儿住的生活的愉快，治疗的满意。这天晚上，北戴河医院为来洗肺的患者们开了个欢迎宴会。尝一尝啊。和别人不同，望着满桌子没吃过、没见过，甚至没听说过的好饭，老魏并不怎么动筷子。因为少吃点，他觉得对肺的负担小，对洗肺更有利。整个肺灌洗的过程呢，是用37度的无菌生理盐水，上部的这个瓶子当中，然后进入到下层的这个肺液当中，然后在肺脏当中循环一圈以后。到北戴河的第三天，医院给大家办了个讲座，向大家解释他们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洗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会开到一半，老魏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把老魏叫了出去。高医生要带老魏去做个肺功能检测，而这个检测将最终决定老魏能不能洗肺。魏金禄是吧？嗯。完了，我说吹的时候使劲吹，说吸的时候使劲吸，正常呼吸的时候吹一点吸一点。嗯。啊，开始，把鼻子捏好，正常的呼吸。稍快一点，对，别停，用力吹到底，吹到底，快吸，用力吸气，使劲用力吹，吹到底，一直吹，吹吹吹吹吹吹吹，好，拿下来，拿下来歇一会儿。他这个肺活量42.5，45点，对不起，哎，肺还是有些没晃呀。手术之前呢，大家已经就像测试刚刚开头，高医生就让老魏继续去开会了。虽然高医生很婉转地说今天做不了了，但老魏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好吧，其他没事啊，谢谢大家。在这群同病相怜的村民之间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。这天傍晚，同来的病友们一波又一波地来到老魏的房间和他聊天，但没人说关于洗肺的事情。但晚饭的时候，老魏却一反常态，还没上菜他就空口吃了一整碗白饭。还史无前例的当着大家的面和媳妇高菊香开起了玩笑。老魏后来说那是演给大家看的，他就是想让大家看见他没什么。他还说那也是演给自己看的，自己没了动力才是真的没希望。这天晚上，即将洗肺的张泰山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澡。这天晚上，洗肺似乎已经无望的魏金禄，按照高医生的药方，开始了改善自己肺功能的尝试。这天晚上，所有鼓浪县的尘肺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都睡得很晚。他们明白，明天他们的希望将正式开始，变成现实。
病。从鼓浪到北戴河，一个冬天的童话终于在春天发芽。看到患有尘肺病的兄弟们最终能够洗肺成功，我们是由衷的高兴，但又觉得这绝对不应该是事情的结局。大家来看看这个，这是从已经不能洗肺的三期尘肺病患者张中山那里得到的，这是他在金矿打工的时候用的所谓的防尘面罩。我们打开来看，这是一张薄的不能再薄的卫生纸，这就是所谓的能阻挡粉尘得新的设备。那这样的一个由卫生纸做的防尘面罩也不是白送的，要5块钱才能够得到一个。张中山说，他们在金矿工作的时候，三个人被分成一个小组，而每个小组一天的工作量最多也只能挖1个立方米的土方，工钱是150块钱。但是像炸药和钻头都需要花钱再跟老板去租，租金是1天100块钱。那这么算下来，三个工人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天也只能挣到50块钱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由卫生纸做的防尘面罩，工人们少说也得用上它半个月。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09年年底，全国共上报的尘肺病患者的人数是65万，而北戴河的专家说，实际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。在全国范围的职业病患者当中，80%得的都是尘肺病。所以，除了治疗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，如何让我们的劳动者不得尘肺病。